第十七，我知道吃素很好，但请问老师，我自己本身业力太重，又很想吃素，要怎么样如何修持能顺利吃素，才不会半夜梦见大口吃肉？梦里吃肉，这是因什么啊？这个很简单，你要好好修炼啊，止观呐，这个六字气绝啊，灵热啊，宝瓶着火啊。这个佛密一级课程中已经有了，你只有好好修炼，由自己的体内把阴转阳，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才能坚持吃素。